请欣赏万寿图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每回演出都跟进货来似的啊！谢谢吧啊，这个来就来，花钱，你这样其他没买东西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哎，好了，回去吧，找完回去吧，座丢了啊！嗨，可以了，哎，好，可以了，男的就快回去去，女的都没让照，你长得跟踩过似的。这嗨，什么人呢？老北京话这是啊啊！正月十五，闹元宵，对，今天是德云社的开箱，是，开箱封箱，这是一个专业名词，是，过去唱戏里有这个，嗯，就是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演完了，嗯，戏剧服装盔头装在箱子里，盖上盖贴上封条，嗯，这叫封箱，对，转过年来第一场演出撕掉封条拿出来之后接着唱，这叫开箱，哎，就怎么两道说相声过去没有开箱封箱。哦，你想就一大罐也不至于搁在箱子里边 啊，自个儿装包就走了啊。嗯，嚯，这有上访的，你好。嗨，我看见了，这是我写那字儿。哎，谢谢，受累了啊，受累了。哦，你也好，你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我是妇女之友。嗯，请大家摇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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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排队，请排队啊。谢谢吧啊。嗯，来听相声来是您各位捧我们。是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个晚年，哎，各位晚年幸福啊！我们负责说，嗯，您负责笑，哦，不用考虑太多。嗯，节目呢，有的档次高一点，有的水平差一点，嗯，有的文绉绉的，有的猥琐一点。哦，譬如刚才那个节目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台下藏龙卧虎，好几千观众。哦，正所谓众口难调。对，你说整个这三个钟头、五个钟头全是文言的，嗯，我们能做得到。嗯，但是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。嗯，你再卖票，没人买票了，没人听了。你说这水平上去了吧？你生活下来了就。嗨，所以说我们难就难在这儿了啊！艺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。嗯，四千人坐好了，这有一位老先生。我就爱听文言，每一句话都得是三千年前的话，我才爱听了。嗯，我为了你一个人得罪好几千人，我也犯不上，是不是？你还是赠个票。嗯，就是说没买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啊。您各位就减轻一切的负担包袱，不要因为哎呀听这个是不是把我如何如何，不会的，嗯，不会的，哈哈一乐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哎，一定要笑。嗯，记住了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都不挨着呢，挨着啊！不孝有三啊，不孝的是有三种人。哦，第一种是有权力的人啊，这么些年演出我看得出来，嗯，往这一坐啊，撇着大嘴，这劲头，我有身份，我不能乐。哦，啊，我有权力，我跟着乐显着人看不起。哦，没，啊，我管着我下边五百多人。嚯，哦！后来一问，看坟地的。哎，这嗨，管五百多死人啊！有权的人他不好意思笑啊。还有就是有钱的人不爱笑，富人，哎呀，我趁八个亿啊，哦，我要一块笑，显着是不是没有身份了？哦，八个亿，哪张都带玉皇大帝，啊，对，这还是看坟地的，就是啊。还有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学问的人，哦，有身份了，有知识，哎呀，我很清高，我不能跟老百姓一块笑，嚯，全场四千人都乐，就你绷着脸，嗯，是说明你没听明白，哎，这嗨，这有什么学问呢？这个就是你那个智力不够，啊。所以说该笑就笑，你不笑我也不退钱，是不是，啊，你还白耽误一晚上，就犯不上。那倒是啊，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熟朋友，嗯，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。嗯，我们俩是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。是啊，就这岁数还小学生，啊，哎，对，活到老学到老嘛，那错不了啊。我叫郭德纲啊，嗯，哎，就无所谓。哎，别无所谓，怎么到我这无所谓了？不用多介绍，谁不认识您呢？啊，于谦老师，别，您老师真的，啊，中国相声界这相声皇后。哎，我是皇后，皇上是谁呀，啊？朕在此。嗨，
开玩笑。哎，是我公司一姐，这是啊啊，在德云社母仪天下。对，我男的女的呀，我不管别人，嗯，反正我要念谦儿哥的好处。哟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认识好几十年了，合作也快20年了。嗯，哥俩这份交情，嗯，说句良心话，用笔写不清楚。那倒是。最没辙的时候，嗯，他在我身边。朋友嘛，没犯辙的时候，嗯，他在我身边，一起分文无有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，这应该的。遭排挤陷害的时候，嗯，他在我身边，哥们儿啊，这么多年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嗯，是不是你放的我？哎，太好，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，你这没有你的时候，我好着呢，嗨。玩笑说玩笑啊，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，嗯，好哥们儿，好兄弟，是台上是好搭档，台底下跟我亲哥哥一样，就这么好。我们认识那会儿20来岁，嗯，再往前甚至说20出头就在一块儿，对，这么多年了。说句良心的话，现在眼瞅着他鬓角都白头发，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岁数大了，哥哥老了，这是啊，就是上岁数。我们确实 啊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。哦，那站在台上自己能知道，嗯，就不如20出头的时候。那是20来岁站台上不知道累，嗯，那个随便啊，爱怎么演怎么演。是现在知道累了，嗯，演时间长了扶着桌子，哎，有点累，身体不，包括他媳妇都说我，嗯，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，知道吗？想干嘛非他说呀，你找别人说不行吗？你是高峰媳妇也说，哎，好，全是别人媳妇儿说，都说，都说啊！我这我好好的吧，我努力吧，是吧？哎，得了，别让他们大伙儿瞧不起我啊！一块儿成长这么些年来，嗯，我是发自肺腑的谢谢于老师。您客气，这么多年来，在我们这儿净吃亏了。怎么叫吃亏呢？台上这是假的，说着玩啊！啊，台底下人家是确实对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啊，关系倒是没问题。花钱呢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嗯，抢到头里。那谁让我大呢？不，关键他有钱啊！你看看，你看，底下人喊于老有钱，他给你花过钱吧？哎，这没有。哦，哎呀，这哪儿的事呢？我回去告诉他媳妇去。哎，真是有钱，真的是有钱。你就是他媳妇儿啊？哎呀，好嘛！哎呀，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。去。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节操和下限？今儿不是过节吗？那倒是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为什么我跟他好就在这儿啊？大方。嗯，我说的大方指的是真花钱啊，靠台吃东西啊，花钱买东西都是人家抢着花钱。嗯，确实真有钱。当年我们都没辙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够瞧的了。怎么叫够瞧的呢？我印象特别深啊。啊，想当初我用那个 BB 机。嗯，你说这话就得40岁往上的人才知道这个传呼机，嗯 ，BB 机是吧？嗯，呼机，那会儿有数字的，对。后来出了汉字的就了不得了，那叫汉显呢，好几千块钱。对，其实那会儿我们觉着不错的时候，嗯，于老师已经有手机了，啊，我是买的比较早，那会儿叫大哥大，对，得有这么大个儿，这大砖头的那个，黑的那个哈，嗯，硬塑料。四四方方，这老款摩托罗拉的呢，这么大个黑的啊，对，上面还立一天线，长着呢，加天线得这么大个啊。嗯，那会儿做买卖的净拿这个，对，晃晃悠悠的出去啊，比划着。有钱人那会儿才拿这个，对，那会儿谦儿哥就有。哎，你我们还拿着 BB 机呢，哎，看我这个汉显的，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，嗯，风轻云淡的看着我们。哦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。哎，咱先不说这个啊，哎哎哎，你管这叫风轻云淡啊？不是，我这干嘛呢？我这来电话了，来电话，我干嘛这样啊？震动，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？这个我们都傻了啊！哦，来电话嘞！哦，看人家啊，行行。赶紧接吧，这才伸手拿电话啊！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？嗯，什么蹭一脸呀？哎呦，这一下是杵到嗓子眼了，这是。
你好。哦，我是于谦。哎呀，说吧。啊，怎么着？打错了。打错了，那费这么大劲干嘛呀？常联系。那还联系什么呀？这他不认识。挂了。啊，我这个手机搁到哪儿了？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，口袋紧。哦，一放的时候，听这声音就是穿破口袋了吧？好吧。啊，什么叫好吧？没有啊，手机往口袋里放。哦，哦。我说没在口袋里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行行行，叫别别使劲了，你这就是这么有钱，这叫有钱吗？这钱是偷来的吗？啊，是抢来的吗？那哪能啊？人家家祖产，哎，传下来的。现在您各位瞧见了，说相声的于谦啊，清朝的时候谁敢说这个话？怎么了？那不是一般人哦，跟皇上家沾亲戚。啊，是本家儿。哎，清朝咱们跟街上，于谦来，咱们都得跪那儿。嚯，这这么大身份，等着人家于大人这轿子过去，嚯，咱们才能起来。哦，清朝咱们跟街上，于谦儿完了。怎么完了？于老拿着刀就过来了。哎呦，啊，两刀。哎呀，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。哎，我流氓啊！我是，我扎人车带去干嘛呀？人家扎完了。啊。哎，好家伙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别扎别人了，我扎我自个儿得了。嗯，跟皇上是本家哦，皇上姓爱新觉罗，是他们家姓的是叶赫那拉啊，是那支上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啊，满人改汉姓哦，爱新觉罗改姓金，对，叶赫那拉改姓拉。哎，我们这字儿挑的差点。嗯。拉家传人，这嗨呀，太难听了。有祖产哦，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路西是那一趟胡同都是人家家的。对了，皮条胡同，嗯，是有这胡同，皮条胡同啊，拉家，哎，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？怎么那么别扭？我听着，不谈工作，哎，没有这工作，还往那儿说呢。我有事没事老去串门。啊，你去？哎呦，啊，看得我眼花缭乱的。怎么了？家里哪样都是文物，啊，都是传下来的吗？我的天，看完人家，咱那个不叫日子，没法过了。后台一帮说相声玩手串啊啊，什么蜜了呀，嗯，松石啊，哦，什么菩提子啊，乱七八糟的文玩吗？琥珀哈，跟着玩。我说你们这个，这跟于谦那没法比。我们家有好的，就拿这琥珀蜜了来说吧。嗯，蜜了琥珀是一样东西。哦，一种透明的，一种不透明的。嗯，据说比如说几亿年前，几千万年前，哦，松树啊什么树，滴答，嗯，有这么一滴的松油子，是树油子，哎，掉下来，嗯，哎，比如说有掉虫子身上了，哦，掉好了，嗯，多少年后拿出来看，就是琥珀或者是蜜了，对，就了不得了，里边有一虫子，呼呦，值好几万。那就重破呀，就这么一玩意儿就了不得，那是美呀，看着啊，跟人家怎么比？我们家呢？人家家那琥珀里边，嗯，有长颈鹿，傻鹿啊，这是，这多大一油子掉下来跟那儿等着呀，这是，滴答，哎，这喊的且滴的呢，这啊，这鹿跟那儿死了，哦嚯，现在在人家院里边了，哎呦，你不服行吗？是吗？他跟他爸爸天天盘这个，哎呦，我要喝，行行了，行了。行了，没把鹿盘出来，我们爷俩盘出来了。一会儿，有钱人啊，很厉害呀、啊。没有听说过。吃饭一个碗啊，郭德纲，你看看我这碗75万，这么贵呀、啊？捧在手里边，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？那倒也不至于。75万人家一个碗，嘿，翻过来看啊，有款儿，哦，写的是微波炉专用。哎，我们家太能折腾了，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。过去来说呀，说这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，竟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说纨绔子弟哦，但是人家没有，咱不学那。哎呀，过去来说三辈儿出一个贵族，嗯，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，是突然间发财了。哎呀，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，嗯，今儿趁3亿，哎呦，他有钱了，但有钱了之后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。
哦，都没变，不一样，嗯，啊，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，嗯，会吃会穿会说话，讲究，这是骨子里的东西，嗯，人家就做到这点了，那是祖传的吗，跟人家咱没法比啊。您他当然说比我大几岁，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。您客气，叫脾气性格，这份儿，倒脾气倒是好。我亲眼看见啊，就在北京，啊，有一帮人骂他，哦，要换我早急了，你打起来了，骂他。一帮女的，哎呦，骂了那个难听，还是女的骂于老师，啊，就跟没听见一样。谁跟他们置气呀，啊？转过身啊，默默的，嗯，奔男浴池走啊。你回来吧，我走错地方了是吗？这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，假装没看见。哎，还假装干嘛呀？那么大岁数，你说能走错吗？不能啊。他能故意去吗？他不是。对，那是他上那儿找他父亲。哎，爷儿俩都是流氓，我们这。哎，瞎说了啊，这我不爱听啊。不是你说的呀，我找我爸爸。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。那你说这个？那个老爷子老贵族。哦，那意思能一样吗？是吗？老头洗澡去。啊。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。啊。就糊涂了，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。那也得去对地。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。这还用教吗？你可别以为洗澡谁不会，打开热水就洗，不是这么简单啊。这有学问吗？洗澡是文化呀，哦，讲究的主跟这一待待一天，哦，泡澡，这叫糖腻子。对，有这个人，里边吃，里边喝茶，嗯，下棋，跟那玩，搓澡修脚全套的。是是是，他们老爷子这份那讲究这个。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，嗯，别瞎来知道吗，哦，来少爷我带你去，你看那块匾了吗？这是三个大字清华池，啊，这最老的澡堂子了，在北京洗澡在这儿清华池。对对对，哎，嗯，来今儿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。哦，这是个学问知识，这就脱老头都脱了。嗯，我还有点害臊。干嘛呀大爷？啊，咱还没进去呢。哎，门口啊，那是得害臊，那个多冷啊。这废话，哪有在门口脱的呀？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就他就脱了，还没过马路呢，还这在翻栏杆儿，这得陷得多的眼呢，这个我搀着他，老头翻栏杆，哎呀，嘿，行行行，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，是一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，还卡住了，来帮警察，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二十多个大妈过来，哎，行行行行，这快卖票了，这就，啊，挺好啊。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啊，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。是吗？讲究洗头一水。什么叫头一水啊？这一天来了多少人，洗完走了，嗯，池子刷干净换了新水，嗯，谁第一个下去，嗯，这叫洗头一水。哦，这干净身份的象征。嚯，哦，就你父亲这老贵族啊，哎呀，这个老太爷呀，嗯，早晨四点就得去。这那么早啊？就彰显他这个贵族的气质。嚯，哦，四点啊，清华池门口，嘿，你瞧给这孙子冻的，你这这是贵族气质吗？这个老太爷啊，什么老太爷呀，啊，这个伙计们刷好了水 啊弄池子完事开个门请老太爷，请吗？哎，叫猫呢，这进来。这老太爷这才进。哎，好，就别提老太爷了，脱衣裳下池子啊，上来的。为什么这个，嗯，兑点凉水啊，太烫这池子。嗯，这个，嗯，兑点热水，叫怎么都不行，水温合适了啊，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。哦，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，这是没洗澡啊，老贵族。嗯，什么贵族啊，这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就这状态啊，顺着池子边下，啊，下来了。哦，哎，哎，别喝别喝别喝，我爸爸泡到茶碗里头了，是怎么身份，张嘴就喝，身份不光洗澡，一日三餐也是身份啊，吃的也讲究，早晨起来吃一碗卤煮，卤煮小肠，哎，猪肠子切碎了来点蒜一熬，熬一大碗。哦，早上起来他爸爸吃这个，吃这个得意这口。哦，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啊，上什么好的炖吊子大肠，嗯，切碎了来点蒜一煮，来大碗，什么山珍海味，哎，到晚上要清淡了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来点这个大肠刺身，吃生的了。嗯，现杀的猪，嚯，猪都捆好了啊，踩着猪，哎呦，拿着刀，嗯，
儿子怎么样？吃吗？吃吗？用膳吗？还别提用膳了。你爸爸，这扑杀猪，哎呦，倒这猪肠子啊，不是全倒出来，那倒出一头来，啊，就一头，递给你爸爸。啊，老太爷攥着这头，别做了。行了行了，这我听出来了啊。这个拿着肠子头嘬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那是吃的肠子里边那点东西呢，知道吗？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，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，很厉害啊！啊，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，哦，空腹了。哎，睡觉之前啊，吃一根人参，吃一根人参，吉林野山人参啊，一斤往上的，嚯，拿红糖把它腌了，啊，红糖腌的人参，列位啊，人呐，哎。啊，大象你也受不了啊，没有那么吃的呀，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啊。德刚啊，怎么您呢？我五天没上厕所了。好家伙，上火上当，眼都红了。嗯，老爷子你张嘴啊啊，这看什么啊？便秘。没听说过便秘看张嘴看啊。您听我的吗？啊，那人参别吃了，那是买点香蕉吧。哎，买大板香蕉啊。哎，嗯，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。嗯，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。哦，怎么样大爷？想吗？香蕉管用吗？嗯，不行啊。哟，一点都不管用啊。啊，怎么不管用啊？嗯，那于谦便秘，我给出的主意，吃了三根就好了。对呀。啊，嗯，吃啊。你以为呢这个。哎，这行行，哎呀，手机挡着呢啊。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看着我真心疼啊。啊，真心疼。我说大爷，我给您买点泻叶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中药店有一种泻叶，嗯，跟树叶似的，沏完之后喝。嗯，喝完了我说您就准好。那是通便的。他这回是听我的了。哦，睡觉前喝的。哦，睡觉前喝点泻叶。关键你爸爸每天睡觉还好吃安眠药，不吃安眠药还睡不着。哎，拿着泻叶这摊送安眠药。哎呦，呵，怎么着？这一觉十个小时啊！早晨一睁眼，呼，哎呀，这别形容了，您就挺好。嗯，不管怎么说，老爷子在我心里边是这份的啊，哦，还这份呢。有事没事我就爱去，哦，跟老头聊天去。嗯，有时候走到那儿，有黄，嗯，皮条胡同。哎，别提这胡同了。墙上画一圈写个拉字儿啊，别人都写拆，我们家写拉，你知道吗？再一看你父亲呢，嗯，在胡同口那站街呢。哦，什么词儿啊这是？你会说话不会啊？没在屋里边，在街上站着呢。那就晒太阳的嘛。晒太阳，拿着本书啊，现装的书，老版的呢。老头站胡同口，哦，摇头晃脑。就，你是好好提高提高文化了。怎么着？摇头晃脑。那摇头晃奶那是我妈。哎，我真长知识。哎，我去，没有这么个词儿啊。跟老头聊会儿天儿，嗯，啊，有的时候上家去呢，赶上老头也不在，嗯，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儿啊。啊，他媳妇儿有人认识啊。嗯，这份儿是那贤妻良母倒是不错。哎，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，他媳妇儿也排得上头里边。是啊，嫂夫人不是一般人啊。是吗？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那倒是，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。啊，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啊，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。你说清楚了吧？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，介绍多少啊？不行，哦，看不上。那是，唯独这个，嗯，瞧上了，哎，这对眼了。那俩人打一碰头，嗯，于谦怎么样？定眼一看，哎。这个姑娘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身材相貌，这白净，不用不用往下说了，不用，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，定睛一看。啊，我说的是，您说定眼儿一看，你不对，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大了，按您说那，我拿着顶呢，知道吗？哦，什么词儿啊？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，就不要提这个。没有，那就不要太想象了。这个，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。啊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这是老话。这媳妇儿娶过门，多疼人呢。这是挺好的。前些日子感冒发烧啊，大年纪的，把这媳妇儿急的啊，你可别喝西药啊。哦，有副作用。
是，我给你熬点汤药吧，中药好。现在哪有这个媳妇儿？嗯，这碗中药熬到凌晨三点半，这么费功夫。嫂子端着他，一脑门汗。那是啊，哎，嗯，大郎，嗯，你就喝了吧。嚯，他挣扎着啊，等我兄弟武松回来。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、啊。这怎么老有你呀、啊？这里，这改潘金莲了？您这说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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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，玩笑说玩笑啊。嫂子真疼人，而且聪明，人挺好。有时候在后台，嗯，那回就是赶个啰啰来演出，也没吃饭啊。孩子们说：“我给您端碗面去吧，凑合吃一口。”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，嗯，牛肉面，嗯，这大碗这么大，嗯，您吃一口吧。我说：“哎，端着这碗，拿着筷子。”一口没吃啊！嫂子来了，哦，他媳妇一推门，整碰我胳膊肘，啪！哟，这碗就碎了，得满地没吃了，碗都碎了。嗯，哎，怎么着？我这 A 字没说完，嫂子话都到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哎，什么哎？嗯，我陪你一碗就是了。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哎，行了，当然我是得回家。这你早就该回家呢。什么陪你一碗面知道吗？你以为陪什么？我以为陪一碗片汤呢。嗯，这行了，行了，说清楚了吧这词儿。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。是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。那是啊，皮条胡同拉家又来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听里边出来的声音啊，就是嫂夫人。怎么听出来的呢？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小曲儿呢。他好唱。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兜兜来，脱毛裤，哎，穿上。哪儿都开春了，还穿毛裤？你这老词儿吗？别唱唱这个。打开门啊，咱们规规矩矩的哦。这就对了。嫂子好，哎，春节快乐。好，一见不日如隔三秋。我今天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、我师傅等会儿，你说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？这一看这个艺人呐、啊，幼儿失学。成语他都不知道啊！一见不日如隔三秋，那叫一日不见，知道吗？行，什么叫行啊？听你的，不是不是听我的，你改不改？我就不改。行了，嫂子好啊！一日不见，别在这儿蹲，还不废话，别在这儿蹲。啊、嫂子，您听好了啊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嫂子看我也高兴。是啊，死鬼。嗯。挨千刀的哟，小没良心的啊！你还知道来呀？嗯，是没办法，看得紧。哎嗨，没有这么对话。那个谦儿哥呢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哦，他刚走。哎哈，刚走叫正好啊？哦，得嘞。那什么，我上里边瞧瞧瞧瞧老爷子去啊。哦、这就老爷子不在啊、哦？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。哎，这家拖的呀。啊，好家伙！太敬业，哎，越拖越早了，这个、嗯、太敬业 啊, 啊！我瞧瞧老太太吧，哎，到这屋打开门，嗯，你母亲正弹钢琴呢，哎，她好这个，这是一般老太太吗？啊，能弹钢琴，嗯，谱架子上写着呢，那叫什么呀？嗯，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？还挺高端，咱们也不懂啊。老太太坐在这儿，哦。咚咚的咚的咚，咚个啷当咚的个啷的咚。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？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，知道吗？柴可夫斯基哪儿有柴可夫啊？送柴火那个司机，这好，没有这曲子。一曲终了啊，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。哦，兄弟，哎，等，越说越不像话。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，肩膀齐为弟兄，咱俩已经哥们一样。那说对呀、啊，你母亲就是我的妈，哪能叫兄弟？那他怎么说的呀？你听差了啊！老太太说：“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”我还说这是谁呢？德刚来了，好些日子都没来了。嗯、那回我还问他们说：“这小子干嘛去了？”他们说：“你忙。”我说：“忙，我想他呀。”德国公说：“告诉你一声，上这儿来坐一会儿，我心里也痛快。”这么一段话，你听成了兄弟。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？太省略了，我这个。娘，您挺好的、啊，我挺好的。哎，
那个谦儿出去了啊，谁是干嘛去了？嗯，老爷子托完走的。哎，他都知道。哦，那挺好啊，我给您拜年。嗯，哎，小子，今儿可不光是拜年哦，今天还是我的生日。哦，哎呀娘啊，啊，这是怨我了。怎么不知道啊？嗨，我得给您备寿礼啊。那倒不必，我拿个本记上今天。哦，明年今天我还来。对，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哎，这什么话这是？啊，太太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好呢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好嘛，也不知道好赖。哎呀，我这过生日，家里都出去了哈。啊，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？我姐姐，她有四个姐姐啊。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，学习好，那学习状元。嗯，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。哎啊，那是留学去了吗？上那儿就留在那儿，让他们跟那儿学，就没回来。哎，这别学了。我说像这大户人家，这日子 啊，应该好好的庆祝。哦，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。这您说的是谁会呀？现如今我还会。哦，老娘请来上座。嗯，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。这好啊，儿子你外行了。嗯，听经哪能坐着？那等我躺下啊。躺下，老太太躺下了啊，拉过床单盖上。哎呦，好，全盖上了，自己还念喜歌呢。那喜房中喽。好的，这是喜歌啊。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，我们听听。道长成就，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，叹息呀，海中扬声号，苦海滔滔，孽子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这是增福增寿经吗？这接的接的本的接的本僧接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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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明君西什么呀这是。这老和尚坐着船来的，这是。哎呀，好嘛，什么都有，您这里头就会头两句后不是啊？我说的呢。念着念着，老太太睡着了。哟，我也不能动啊。那万一搅和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别动。就这会儿门一开啊，你媳妇儿进来了，那是有事儿，站在门口瞧着我。嗯。嗯。怎么意思？啊？啊？不是怎么了？这走。哎，这就回来。哪儿就走干嘛呢？是满脸跑眉毛的，这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，那就说就完了呗。老太太睡觉了，吵醒了不合适啊，就这样啊。哎，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。哦，到厨房关上门，把插销插好了，被帘子挂。干嘛呀？这做饭，做饭就做饭，插着门关上插销还干嘛呀？这是你们家平房啊，没有抽油烟机。哦，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？哦，怕把老太太熏着。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？你有点太疼人了。这废话，没干嘛这样？我们会人工呼吸啊。哎，这就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做饭，做饭啊！正做饭呢。嗯。前边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母亲跟你儿子，因为什么呀？你儿子淘气啊，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。哟，你母亲有一个烟袋。对。好，翡翠的嘴儿，嗯，乌木的杆儿，白铜的锅子，好着呢。这是老太太的陪嫁，真是多少年了？嘿，四五年了。哎，四五年了。四五十年了，四五十年了。对，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，就喜欢这个。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，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啊，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，哎呦，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啊。日本军曹拄着刀问你母亲，哼，二者只能留一样，你挑一个吧。嗯，你母亲眼泪哗哗的，那是、啊、一指你父亲，哎，哎，他弄走吧，这弄走了。你父亲抓走之后，第二年啊。有的你大姐，你这那个年、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在家里，不对了，它是个意义上不对了。您这等，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，合着这里边没她什么事的。不，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？这那人缘什么事？不是，你看这就没意思了、啊。老头是抓走了，抓走之后呢，哦，抓到兵营他跑出来，那就对了嘛。一出日本兵营啊，日本兵过来了，啊、打死了，没打死啊。打腿上了，没死了，人掉山涧里边，摔死的是吗？山涧底有水呀、啊，掉水里头了。他掉石头上，还是摔死了。
石头上有草垛，哎，那是软的，草里边立着一大铁叉子，叉死的，你跟他有什么仇啊？这是没叉子，铁叉子他往旁边落，啊，旁边一棵大树，哎，树掉树上，冬天都是干枝子啊，这啊，老头捂着脸啊，没扎着，扎屁股上了，呵好，踩着树，吊着悬崖那边儿就上来了，他爬上去了，日本兵等着呢，啊，还是打死了。你折腾他干嘛呀？你挤兑我干嘛呀？不是废话。那这样说能说三天。你谁让你这样说？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，他就没死。啊，就没死，得没死，没死。还是的吗？对他死了，谁跟你说相声是吧？哎，这占便宜您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我告诉你。哪有词儿去？您知道吗？简短截说，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，折了就完了。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。哎呦，孩子哭啊！啊，这一哭，你媳妇听见了。啊，不对。怎么着？孩子哭，我得看看去。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玩的好好的了。哎，你先，这不，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？他进来的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。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啊？换上围裙什么的吧。这是换围裙，对，哎。这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。啊，好家伙，我得看看去，啊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好好的，这是个忙叨劲儿了呀。他出去了啊。我也看看去吧，跟去吧，好模样的，你这，你连裤子都脱了，你什么？没有这样的，你出来一看，吓死我了，怎么回事吧？你仨打起来了，仨儿子，你母亲，你媳妇儿，你儿子，哎呦，这仨咕噜一块儿去了，好家伙，裤衩满天飞呀，啊，打光着了都，我也不敢搭茬啊，啊，那是啊，到最后你媳妇儿急了，啊，老太太住手，别打了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，嗯，你不能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怎么着？他不是于谦的。嗯，老太太乐了啊！你以为说这个我就害怕啊？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！哎，去你！